各位主内平安，平安，感谢赞美主，非常高兴在这个荣耀复活的主日能够见到各位，好不好？首先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道一声主内平安，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，我也爱你。 OK， 那我们今天知道我们今天是个特别的一个节日啊，是我们的父亲节啊，是吧？今天看到很多弟兄父亲走进来的时候腰杆挺得绷直的，很不容易啊。我一年365天，我觉得只有父亲节我们的弟兄才是主角，好吧？所以借着这个节日跟你旁边的弟兄可以做父亲的道声节日快乐，节日快乐。的确我们做弟兄的啊不容易啊，我们的这个圣经上面所说我们做弟兄的要做家里的头啊，那父亲这两个字呢意味着更多的责任担当榜样和带领。而且我相信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人或事，他不一定是我们血肉上的父亲，但是却给我们带来到这样子一个榜样的作用。所以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叫一日为师终生为父，所以其实也是这样，借着这样的节日能够感恩我们生命当中所有出现的人和事情，感谢他们让我们成长，让我们能够学到很多的东西，让我们看到这个榜样。更何况我们有怎么样，我们有我们的阿爸天父，所以无论地上你遇到任何的不公平，遇到任何的烦恼和重担，但是我们永远有我们的阿爸父做我们最后的避难所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日子来特别感恩我们的天上的阿爸父，因为有你才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有所盼望，因为有你才能够让我们在绝望的时候依然有盼望。阿们。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，我们的阿爸父是你最强壮的臂膀。是的，他是我们的臂膀，他是我们的高台和避难所。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阿爸天父，要敬拜，愿主的荣耀今早在这个地方来设立，宝座在这个地方来设立，我们的圣灵的江河在这个地方来涌流，好吧？让我们一起立，让我们来同声开口的敬拜我们的主，因为他是那配得赞美的，因为他是那万王之王万主之主。阿们。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开口敬拜我们的主，让我们一起来高唱哈利路亚，愿圣灵的江河在这个地方涌流，愿这里有荣耀。阿们。这里是基础
主，全心敬拜你，大声欢呼，羔羊被高举。全心敬拜你，大声欢呼，羔羊被高举，公义的日头如光照耀，万国赞叹你的荣美，圣洁公义主明亮晨星，昔在今在永在的君，昔在今在永在的君，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，昔在今在永在的君王。哈利路亚，哇，将我们荣耀归给我们的主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，是主啊，是何等的恩典，你能够拣选我们作为你的儿女，让我们这一生都有所盼望。无论我们今天怀着怎样的心情来到你的宝殿当中，但是主耶稣，在你面前我就放下一切的重担，我们单单来定睛仰望你，因为你是那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当我定睛你的荣美的时候，这世上的一切都变得暗淡了，因为我明白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呢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我属于你，是我永远的福分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荣美，世上一切变暗淡，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。我属于你，是我永远的福分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荣美，世上一切变暗淡，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。能不想去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全心全意来爱你。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？能不能赐我力量，让我更多爱你？我哪都不想去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全心全意来爱你。我属于你，你是我永远的福分，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定睛在你的荣美，世上一切变暗淡，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。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？能不能赐我力量，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，全心全意来爱你。
献上敬拜，全心全意来爱你。献上敬拜，全心全意来爱你。一生爱你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爱你，一生荣耀你，一生奉献，一生不回头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，一生爱你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爱你，一生荣耀你，一生奉献，一生不回头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。亲爱的宝贵耶稣，你爱何等的甘甜，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，爱你是我的喜乐。亲爱的宝贵耶稣，你爱何等的甘甜，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，爱你是我的喜乐。一生爱你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爱荣耀你，一生奉献，一生不回头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。让我们一起来呼求，一生爱你，一生爱你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爱你，一生荣耀你，一生奉献，一生不回头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，一生爱你，一生爱你，一生敬拜你，敬拜你，一生爱你，我荣耀你，我愿奉献，永远不回头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，一生爱你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爱你，一生荣耀你，一生奉献，一生不回头，一生爱你，跟随你。哈利路亚，是的，我们要一生爱你，因为是你先爱我们，不是我们先爱你。在万人当中，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。今天不在今天在世上，我们有平安有喜乐，就在末后的时代里边，我们仍然有盼望。就求主让我们天天把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念摆在你的面前，一生来爱你，一生来敬拜你，一生来荣耀你，
一生奉献，一生不回头，来跟随你。今天早晨，我们照样为美国来祷告，让美国无论是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信仰、治安，我在主里边，我们看到有一个完全的恢复和改变。这些年来，我们看到美国每况愈下，多少基督徒，我们呐喊，我们呼求，巴不得你的怜悯、你的荣耀能够再次回归这个土地。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绝不突然，我们要继续祷告，要堵住破口，让这个国家能够再次成为你手中的器皿。为了教会的弟兄姐妹来祷告，让他们在艰难当中，在看起来一个不太平的一个时代当中，我们心里面有平安，有喜乐。今天早晨我们再次为郑牧师来祷告，为他前列腺手术之后的流血，求主亲自医治，能够尽快来恢复。也为着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无论是病痛的、缺乏的、孤独的、心里边忧伤的，今天早晨就求主你降下恩膏，降下供给和降下怜悯，让我们因为你我们得以站立，因为你我们不惧怕也不惊慌，让你的恩典在这个教会当中越发彰显。谢谢你，今天恳求你的宝血厚厚来遮盖教会这个地方，让每位弟兄姐妹今天早晨我们卸下重担，挪去罪孽，能够守节心清来敬拜赞美你。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